咁我愛莫能助啦。你得嘅，嗱咁啦，借住十蚊籌碼嚟。十蚊？嗯，十蚊想贏2500多萬。咁你借唔借啊？借，助人為快樂之本。我借夠20。唔好意思，我條腰有事，踎唔得低。多謝。使唔使叫大軍？唔好，等佢玩陣先。唔該曬。买定离手，开啊！好嘢喎，一赔150都可以买中。好运啫，诶，我嘅。绿色唔系好理我，俾你。啊，都系玩过第二样。咁多人买闲嘅，好买庄，拗下颈先。咁都有牌睇喎。好，买多1400和至得。等等先。电脑分析，55% 系二，38% 系 Queen， 7% 系九。睇牌，你睇。啊，行家真系犀利 ，Natural Nine， 不过唔紧要，我都系。嗯，庄闲都九点，好啊。诶，人旺啊，冇几可嘅。几大都谂多铺啊，帮我摆落和度啊，唔该。电脑分析，78% A 市，20% 系四，2% 系十。佢一系九，一系二，一系八，开个六俾佢，得佢赢庄100。系，开个六点俾佢，拍六点。唔好意思，两只八，我都系六点。岂有事？我有个习惯，我睇牌嘅时候，至中意摆支牙签喺啲啤牌度，然后就甩嗰只有嗰只。旁边啲人睇到，以为系烟屎添啊！哇，唔玩咯，都成10多万啦！出边嗰100庄算系你嘅 ，OK？ 该仔，你个刀仔喺边度咧？唔使问，梗喺赌场啦。咁我即刻揾佢。诶，而家无论佢输或者赢，我同你都帮佢唔到噶啦。最紧要就系揾翻你大哥同埋我三叔先。咁我哋分头去揾啦。净系呢度有人守住，一定系揾住三叔同五哥。喂，星仔，梦罗，你真系梦罗，定系耳梦啊？我是梦露啊，因为侯赛恩知道你好迷恋耳梦，
所以叫我假扮耳梦引你同三叔，用特别嘅方法令你特异功能都冇埋。原来系你。对唔住啊，系侯赛恩逼我嘅啫。咁佢哋捉咗我三叔之后，有冇将佢吊起嚟打，挑断佢啲手脚筋，再掹晒佢啲手指甲出嚟，搵盐揦佢个伤口，再同佢用强水洗面咧？咁就冇啊。有冇搞错啊？冇。他们对我功力都没有了，那你们捉了他打都不打，那你怎么做事啊？你们啊，他是好人来的，最衰是那个侯赛恩，他是倒摸陈金城的契仔，今次来是要对付你和赌侠，替他契爷报仇。为什么你要帮他们呢？我欠他钱。你欠人钱可以跟我说啊。我欠他二百多万啊。哦，咁可以同刀仔讲啊。之后佢仲想，佢想点啊？吓，我唔好意思讲。咩话？我即刻出去挑断晒佢啲手脚筋，然之后我会用蜜糖淋喺佢伤口上边，我再会倒扎蚂蚁喺上边乱咁甩咬佢伤口。佢上边请咗个特异功能嘅一级高手，叫做大军嘅嚟对付你啊！最衰我而家啲功力冇晒，如果唔系我唔会惊佢。咁点先可以恢复啊？我以前曾经试过一次失而复得，就是当我见到耳梦的时候，见到佢就得噶啦。唔系，咁点啊？仲要，咁点啊？系要，要咩啫？我都系唔好意思讲。是不是这样啊？嗯哼。那你感觉怎样啊？顶得住。你要我打胎？唔该，俾几把烟仔。沧海一声笑。今宵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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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咩事？变态噶，痴线噶，满面唇膏嘅，阿错！边个？遇到高手，戴眼佬，唔好望。头先佢用特异功能令我产生幻觉，功力仲可能喺我之上。不过唔使惊，我已经恢复翻晒功力。点解？就系爱情嘅力量。抹咗佢啦。唔好住，我想闻多阵阵唇膏味。
三六点四六，你知我知，个大眼佬都知，但系都系冇用。台底嗰度有个掣，个大海一踩个掣，啲掣就会转。全部买晒水，一啲色碎曬，即係一點都冇，一點都冇咧就即係細。我爺唔該。喂，做咩啫？嗯，我哋贏咗啦。唔好理我。咩事啊？冇事。俾我睇下啦，乖乖地俾我睇下咧。我揞到個鼻，痛唔痛啊？好痛啊！乖乖地收聲啦。哦，咁咪好孩子咯。各位各位，呢鋪啲色有啲問題，我宣布呢鋪冇效，攞翻啲錢再玩過。好啊。仲有五分钟，慈善披王大赛就开始。我睇你嗰三百几万都变唔到二千五百万啩？咩啊？大银佬铺铺发工搞乱档都唔系办法。我哋不如。呢铺好路噃，我买一百万，下铺买一百万，呢铺唔买住。金盆银啊，顶得住冇？姐姐唔该，搵水。咁貧能啦，係咯係咯，啊！冇時間，幫我買曬佢，唔該。煙仔唔受嘅喎，買煙賠煙啫喎，唔得噶，唔得嘅咩？我對唔住咯。一千三百，幫我諗到後裝。晚七点，始终都冇钓到。
師傅嘅價。裝八點裝贏。喂，你扮女人的样子好淫啊。后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赢够2500万，我想我可以参加慈善啤王大赛。任何人有300万美金都可以参加。大个意思啊！厉害厉害！嚟嚟嚟！喂，咩事啊？唔好入去啊！做咩唔好入去啊？惊我踢爆佢啊？吓！你入得去咧？你翻出去啦！翻出去！佢系我啲朋友。咁你系边个啊？我系你老细啲朋友。你识我老细咩？你老细系我啲朋友，清楚？你清楚？我老细你我清楚嘛？吓！唔好踢爆佢住，我哋要喺赌台上面堂堂正正咁赢侯彩欣一幕。龙九咧？他啱啱救咗大哥翻嚟，而家去救紧龙五。好。想睇啊！中！啊！你话事啊！300万啦！第一铺你系 show hand， 我谂你冇一只大得过我一只啩。第一铺冇理由俾你抛掷嘅，我跟，我陪下你哋癫吓。好啊，我哋晒饼200万，我大你500万。你到我咪摸得到，拍埋俾佢，过嚟见我3条狗。对唔住，系花。揸住烟屎倾，你都 show hand？ 我谂你冇听过烟屎倾揿住拎顶啦。我是但撞一 pair 都大过你，又可以撞蛇花。如果咁样都唔 show hand 嘅，咁就不完到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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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兩個人賭單調啲，大君係攞夾錢搭下腳，好。睇怕我哋兩師兄弟都要一齊落場。喂，睇你咯，我想做啦啦隊喎。唔得，而家我哋唯一嘅障礙咧就係嗰個單眼佬。如果個單眼佬冇咗第二功能而你有嘅話咧，我哋係贏緊啊。咁係，有冇辦法？
坐得有得话事，就攞300蚊玩下。300萬，跟有膽識點啊？冇問題。我俾你話700萬。晒你啦，跟你嘅晒啦，跟啊，跟。我想他们两个没晒钱，我这里有2000萬，我想你都是差不多的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就晒掉这一本。好，就跟你赌这一铺2000萬，得就开牌。三条五是怎么赢我啊？暗戀我都不可以在那麼多人面前揚出來啊，這副牌這樣即是算點才行啊。你個仆好，我看你怎麼贏我。花夠不夠打俘虜的？花你都打到我俘虜，那你老豆都變鬼佬了。如果花加條蛇又夠打武啊。哎呀，哇，同花筍喎、啊、我老豆何止會變鬼佬，直情可以變做你老母、啊、所以生到你隻眼咁老頭。點解會咁㗎？我明明捉走你的底牌㗎。咪喲，我一早就知道你可以變走我的底牌，所以我一早將隻底牌換咗俾星仔。你變嗰隻只係星仔嘅底牌傾啫。你两个仆街冚家铲！哦，未散工就讲粗口，今次轮到佢冇特异功能嘅啩吓？乌嘴狗！大君，你边？我都冇晒特异功能啦，仲留喺度献世咩？各位，麻烦大家退一退席，我有啲私人嘅事要解决。卑鄙下流，无心道兼无厘头，教坏晒啲后生仔，败坏社会嘅风气。好在阿叔几廿岁，唔惊你。刘翠欣，睇嚟你仲冇封到你契爷喎。系啊，不过我比我契爷聪明，佢中咗赌神计，未出公海就杀人。系咪公海？已经系公海啦。咁我而家攞正牌杀人，要佢。壞局嚟噶，執翻啲槍佢。拎住啊！九妹，我掩護你，
你嚿刀仔。冇办法啦！黐线！啊啊！嘿！哎呀！咪以为我真系冇办法啦！坐监噶，系你教我噶。喺公海杀人，香港政府都冇权拉我，净系呢只船嘅注册国家先可以拉我。道合，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，放过我。你而家惊啦咩？话俾大家听，边个系道合？各位各位，我系陷害呢位道合嘅衰人，我贱格，我系无从嘅，佢先至系赌神嘅传人道合。是我特登出钱嚟签你哋嘅，同佢一啲关系都冇。咁梦罗争你嗰条数又点计啊？啊，唔使还，唔使还。我哋有啲借钱唔还嘅人咩？咁你想还都冇所谓。我帮你还，攞住。吓，一个二毫半。咁你而家唔使杀我啦。呢支枪六粒子弹都用晒，我想杀你都杀你唔到啦。刀仔，你冇事啊嘛？你冇事啊嘛？冇事。龙九。船一拍埋岸，即刻帮我报警，拉咗侯翠欣噶啦。小心啊！佢家姐咁蛊惑，喐佢，收到。啊！你唔好誤會喎，係警方驚住侯翠欣啲同黨未俾啲差人捉曬，所以叫我嚟貼身保護佢嘅啫噃。咁遲一陣俾我威下得唔得啊？係啦，都要踢波。喂，咪行住。喂，有世界同你針啊！嚟一個你邊，係嘛？係啊。喂，如何？嗱，你用特異功能贏翻嚟嘅錢咧，就唔使得㗎。係啊。咁我贏翻嚟嘅錢咧，又要攞去濟貧嘅喎。啱。咁以後你用特異功能贏翻嚟嘅錢咧，就輸曬俾我咪得咯。哦，我明白啦，我輸曬俾你，咁你好多錢啦，我啊夠曬貧啦，你再用你嘅錢嚟制我，啱啦，咁以後你嘅錢就即係我嘅錢，我嘅錢就即係你嘅錢，咁以後就發達。邊個話噶？多事嚇。